大家好，欢迎收睇《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跨党派的立法会议员早前就联署反对被称为 TSA 改良版的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 BCA。不过呢 BCA 的中英文视听资讯和说话评估抽样考核呢早两日已经考完了。全港大约有500间小学参与的。兩年前 TSA 的操練令到一些小朋友就叫苦連天，現在家長接不接受這個新的版本呢？下個月理論上全部的小三學生都要考 BCA 的筆試了，仍然有疑慮的家長會怎樣應對呢？ BCA 究竟是幫緊學校和學生，還是給緊壓力學校和學生呢？後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說，完成檢討政策之前呢是會擱置 BCA 的。那究竟七一之後 BCA 還值不值得保留呢？我們今天的題目呢就是測進度助規劃 BCA 值得考，不記名不記校若操練細罷考。我們今天是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家長聯盟發言人何美儀，大家好；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鳳溪創新小學校監馬少良，大家好；以及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委員侯傑泰，大家好。侯傑泰都是中大的教授，這個委員會的名字很長，坊間一般就叫做檢討 TSA 委員會。我們現場就有兩間中學的同學在這裡，分別是來自東華三院陳少文中學的同學，以及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帝山紀念中學的同學。好了，我們今天講一下 BCA， 不如先問一下何美儀先，有位家長的代表在這裡。似乎考了兩天之後，外面的反應都不是特別太差，同學仔都說即不是太難，很多校長或者教師都說過水平比之前 TSA 的易一點，這樣會不會可以令你安心一點呢？其實我們都預料了題目是會調校的，因為一早已經說了會調回落去一個適當的水平啦。我們看到今次已經考了兩張卷呢，確實那個程度是貼近了學生的水平啦。教育局在這裡是做了一些功夫的，不過我們家長會覺得不是只是個題目的深淺的問題而引起我們的憂慮的。我們常常都看到孩子的痛苦的地方呢，就是兩樣東西啦。一就是有很多跟 TSA 有關的操練的功課啦。當然我們沒辦法去作為家長，我們沒辦法去做一個全港500間學校的一個調查，說有多少間學校是有一個過分的評估過分的操練，這個就要留待教育局去做啦。第二個憂慮的就是其實我們看到我自己的孩子都經歷了啦，就是在他學習的歷程裡面呢，個課程是 TSA 化了，即是說老師是擺了很多的時間啦，是落了去教小朋友怎樣去應付 TSA 的題目。我們自己很覺得擔心的就是六至八歲的小朋友這麼小，我們是不是將個專注力放在訓練孩子的考試技巧的一方面呢，而不是放在他全人發展的方面呢？所以我們仍然是有憂慮在這裡的。好，咁啊，嚟緊六月，頭先我講啦，就會考筆試啦，應該全部小三學生都會考啦。咁啊，家長嗰邊會唔會發起呢個罷考咧？會繼續？其實我們一直都說了，就是希望家長首先是跟學校去有商有量先，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一切的操練先。但當然現在有學校仍然是有一些的過分訓練的情況發現的，希望家長是會繼續跟學校去磋商啦。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一直都覺得家長是有一個權利去保護自己孩子的成長的，如果看到那個大家家長也都是意識得到這個評核對孩子的成長其實沒有帶來一個正面的回饋的話，其實他是絕對可以行使他的權利不讓孩子去考這個試的。好，那我們有檢討 TSA 委員會的侯教授在這裡，不如問侯教授，即如果即有些家長都還有疑慮去決定個仔女不去考，其實會不會影響到那個測試得出來的結果幫不到學校咁樣？一大個最大困難，我們看到每間學校其實都有很多細路，就可能十幾二十個%的細路是15分鐘做完功課的，跟住咧有一啲細路咧十幾二十個%細路咧係3個鐘頭都做唔到功課嘅。咁而家我哋肯定係見到有一啲係
小三尤其是小三，我哋有30% 家長咧係日日幫細路哥做功課嘅，但係有50% 家長咧係一個月都唔幫細路哥做功課嘅。咁好啦，呢啲日日幫細路哥做功課嘅家長咧，又個細路哥又做唔曬功課，細路一定猛嘅，我完全能夠理解嘅。香港亦都唔少呢啲家，係每間學校都有嘅，即係唔係集中有一間學校咧好多功課，跟住佢呢一間學校就做唔曬功課，唔係咁嘅。即係我哋見到嘅全香港嘅現象係咁，咁好慘啦而家。就究竟我哋係咪學校應該就因為呢啲細路哥咧就全部唔俾功課啦？咁即係我覺得就應該每間學校要聽，即係你有幾多細路哥做唔完功課咧？係邊個細路哥咧？咁然之後跟住你咧就適應啦。我覺得係一個專業嘅判斷嘅，邊啲細路哥可唔可以俾唔同嘅功課咧？可唔可以改善佢做功課嘅習慣咧？可唔可以改善佢其他嘅專注力咧？咁即係咁樣係比較容易處理個問題。如果因為呢幾個細路哥，即係我哋追細路哥食飯咁樣。有啲細路哥咧就真係追三條街都食唔到一啖飯嘅，咁好啦，個個細路哥唔食飯咁得唔得咧？咁 TSA 有好多功能嘅，譬如前嗰排你見到好多校長都出嚟講，即係我教漏咗啲咩嘢，我經過依個考試之後我知道啊嘛，我邊度教得佢啲例題舉得唔好，我所有學生都唔明嘅，咁依啲知道啊嘛。同埋你睇下世界各地點解會做依啲咁嘅嘢咧？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咧，我哋要保障弱勢嘅群體咧喺啲學校嗰度。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教育，所以我們說為何要堅持呢？否則就好像我們醫院那樣，會不會有些醫院做手術做得很差，跟著那些弱勢群體去到醫院那裡受的教育不好呢，或者受的醫療服務不好呢？我們希望是這樣，就是說保證一個教育質素的。我想問侯教授，那是不是都認同剛才你說可能有三成的同學仔可能真係做唔曬功課，咁你咪都同意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覺得應付唔嚟，可以唔考咁樣樣。而家所有我唔知道有幾多人明白，其實我見到就算選特首嗰陣時嘅辯論咧，好多人其實唔明白，所有細路哥係冇成績表嘅，你考零分，你唔會翻嚟俾屋企得鬧嘅。即係話你每冇，因為我哋設計上面咧，你建議佢坐低唔做嘢咁。就算佢唔係，即係話佢當然係我哋希望佢盡力考，因為我哋係出嚟個體檢啊嘛。而家我哋做身體檢查啊嘛。咁你唔會話因為你睇完之後，我專登又去整壞佢部機，然之後攞個。但係話即係話你做成點咧，係對你冇影響嘅，即係對學生係冇影響嘅。係我哋只係俾一個總結嘅成績咧，俾學校私下咁樣俾學校，然之後學校知道佢嗰啲學生一般係點，有幾多少學生係唔達標，我哋係咁樣做嘅。香港同美國啊，同英國啊，同澳洲啊，同英國、美國，即係有幾大個國家，立法會係做咗一個調查嘅，我哋同嗰啲國家完全唔同啊。他們是將個學校成績是連在彌敦，即是在網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我們香港是極低極低，是沒有對學校是很低的。侯教授之前有篇文都說這個事是很低風險啦，所謂的。那不知道葉建源或者馬校監同不同意這個這樣的說法呢？其實我想我們在當 TSA 一次開始出現的時候呢，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的教育檢討的報告書裡頭呢，是出來就說喂，這個低風險的評估，當時家長也好，教育界也好，其實並沒有意見的，即是亦都是開始做了的。但是為什麼會即大家慢慢會出現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反對呢？就是因為 TSA 這個工具變了質之後呢，現在已經不是做最初說 TSA 低風險的東西了，即是說現在本來說跟你做體檢的東西不會流血不止的，怎知現在體檢的時候流血不止，咁點算啊？咁大家要做嘅就係首先要停咗佢係嘛？咁然之後睇下體檢嘅方法、體檢嘅工具係咪又出咗問題，係咪唔啱？同埋如果我哋而家真係要做呢個檢討嘅話，大家要明白咧，就係而家政府話上年咧做咗個50間學校嘅一個研究，就話點樣去改進佢。而家咧就要全部人咧去做研究咁啊。咁點解要咁樣咧？我哋覺得如果你要做研究嘅話，研究好啦。那個體檢的方法真的有效了，你才讓所有人去做。所以我們現在說家長有這個自由權，學校應該有自由權去選擇參加與否，原因就是即其實這個體檢的工具其實未搞清楚是好不好、啊、它至少告訴我們兩樣東西。第一就是它真的能夠帶來它那個預期的良好的效果，現在我們看不到。第二它應該能夠防止到它不應該產生的副作用，現在我們也不清楚，所以這些問題是應該搞清楚你才要求其他學校其他學生參與。不過有些說法就說例如
剛才侯教授說有些學校或者教師可能收到那個報告之後就發覺啊，原來我這邊可以教好一點，樣我可以調整我的教學策略，是不是這樣呢？是或者我即是總括講講，其實今次引起的討論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可惜這個討論的過程有很多比較上政治化的現象。譬如一個簡單的問題，剛才我們說喂，我們不知道好不好準備去考啊，但是那個先後次序很有趣，雞同蛋，你不考你怎知道好不好呢？所以我就覺得引發這個討論是好的，但是長久以來，以我在教育界接近五十年的工作，我看盡很多很得意的現象是無端端發生的。學生為什麼會這麼大壓力呢？以前我們要參加升中試，那些升不到中的那些會跳樓的，壓力很大，跟著轉而慢慢就過了就淡化啲啦，於是乎咧，校內評估，校內評估啊，甚至校內評估，然後咧用一啲其他嘅評估咧嚟到將佢更正協調。但係每一次出現一個新嘅策略咧，就一定有啲人咧就會將佢異化嘅。咁所以我今日好開心聽到咧，嗰個評估本身嘅本質係冇錯嘅，不過個而家嘅手段俾人異化咗。嗱，確立咗呢點先，我哋確立咗呢點咧，我就唔可以話廢棄咗個本質嘅。我成日覺得任何評估比賽乜嘢都好，只要佢係公平對任何人咧，佢係中性嘅，冇所謂好與衰嘅。但係如果個提升策動嘅過程係出現異化咧，這個就要我哋要專注嘅地方嘛，就唔係會打死咗呢個市啊嘛，打死呢個市一樣有其他市噶。你哋細細個啲學生都知道，我可以問經過幾多次嘅評估，俾幾多次嘅測試，幾多次嘅歷練。幾多次你俾人哋去被評估、去被選拔，你先有今日嘅歷練、今日嘅成就咧？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對啲細路仔有適當嘅愛護係啱嘅，但係如果我哋當佢係一個弱苗咁去呵護備至過曬籠嘅話咧，佢將來係經唔起風浪嘅。所以我覺得過程之中咧，少量嘅壓力咧係無妨嘅。好啊，幾位嘉賓即係簡單講咗即係自己一啲對 BCA 嘅睇法啦。咁啊，不如我哋深入下探討呢個 BCA 裏面一啲嘅大家有啲坊間啲建議，即係例如有啲人建議就話，如果不記名，即係唔記學生名，不記校，即係唔記學校名，或者唔係每年考，可能隔年考，或者係都係筆試都係抽樣考，唔使個個考啊，會唔會家長會可以接受咧？或者係咪即係立法會議員都可以接受？又可以做到可能係教授或者校長所講嗰個評估個作用，其實當時喺七月咧，我曾經提議過，你如果要記名都冇所謂噶，但係唔放榜都得噶嘛。即係唔公布個結果。好似剛才教授話你貼喺彌敦道咁，梗係鬼曬咁嘈啦。但係你七完之後自己掌握咗啲數據，你唔放榜冇事嘅喎。你只係如果我間學校好想知道我點，我翳。政府，喂，你俾我睇睇我做成點？但我有一個疑問就係、是，其實唔係學校或者教師最清楚自己啲學生啲水平，最清楚自己校長唔係最清楚啲教師做成教成點嘅咩？即係要考一個試，跟住等政府話翻俾你聽，你教成點？這個咧答你嘅問題咧係同埋唔係，好多人自我感覺良好嗰陣咧，可能佢有病都唔知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撫心自問咧，唔好自己自以為是。我哋一定努力去做自評、自我評估，日日提升。但我哋都要接受，因為外邊嘅評估咧，我哋係欣然接受，我覺得冇問題噶。我哋用咗咁多教育資源向公眾交代，好有理由嘅喎。做咩事我哋一定要收埋做咧？因為我以前入行之前咧，我講俾你聽，遠古時代成十年前，有啲學校喺街頭街尾，你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尤其是小學啊，幾十年來嗰間小學就喺嗰度咧，有咩事發生唔知噶。所以大家要明白，在一個公開透明的社會，接受少少的公眾的評核是無可厚非。例如已經有一個升中派位，我已經知道那間小學可能它的水平是怎樣的。所以這個問題是大家誤會了，這個跟升中派位無關的嘛。我意思是已經有一些坊間的資料令你可以知道那間學校的水平。學校的考試為什麼不行呢？
學校的考試，你只要你先生出份卷淺啲咧，就個個都考得好噶啦。同埋你漏教咗啲咧，你考題目根本唔出。譬如三角，你唔記得教咗啲咩咩幾何。咁如果佢專登教淺啲，咁佢啲學生校內成績好好，佢喺出邊同人競爭入佢一間好嘅中學入唔到，佢自己就會知道自己嗰個方法有問題。咁去到小六至出錯咯，即係話你體檢你唔可以到老年嗰陣時候你只話做體檢咯，即係有一個困難係咁。同埋第二咧就話點解我哋對有兩個概念，而家其實坊間一路越嚟討論越我講嚟走咗偏嘅。第一個就是操練啦。其實如果我哋俾個印象細路哥乜嘢都唔使操練咧，其實慘嘅。我估何女士亦都係同意，即係佢一路強調就係過分操練。但係而家我哋好難定咩過分操練啦。即係細路哥一做功課咧，就又操練我咁樣。咁即係而家好慘，即係話操練變咗過街老鼠，個個人都打。咁你睇下我哋所有踩單車嘅運動員，所有游水嘅運動員，佢哋操練係即係可能我哋唔知係不人道咁括住不人道咁操練啦。但係而家學校咧，即係話幾多為之啱？嗰度其實真係要專業去決定。咁第二個咧就話學校見到自己的成績表咧有反應係好又唔好咧？我哋希望佢有反應嘅。我哋派咗學校個成績表咧，希望佢見到，咦咁樣，即係你接到體檢報告嘛？你係會，咦咁我要做嘢喎咁樣，即係話，但係你當然佢過分，譬如好問一樣嘢，咁抽樣得唔得？咁你唔使個個考咯，我抽一半咁考都 OK 啦。如果何女士同意咧，我又會建議你唔使條條血管都 check 曬噶嘛。嗱，如果何女士同意咧，其實我哋紙筆都可以抽樣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而家紙筆咧已經喺度抽緊樣啦。每個學生做嗰份卷其實都不同嘅，我不知道幾多人知道。即係話而家嗰啲學生做嗰啲卷是不同嘅，即係話都喺度抽樣。抽樣只是我哋減少錢去做一件事，達到一件事嘅。每個學生都要去考啊嘛。可以唔使每個學生都去考嘅時候咧，呢啲仲係一種即係當然係一種喺個試題上面咧，你好似係做緊抽樣。但係所有嘅學生、所有學校都要做，點解需要咁咧？我哋睇全世界嘅不同嘅地方 ，PISA 又好，等等又好，其實我哋仲可以隔幾年先考一次添。我哋如果話你要做一個即係評估，要嚟俾學校做參考嘅話，使唔使即係所有嘅學校、所有嘅學生每年都要做一次，然之後俾一個咁大嘅壓力佢咧？我哋而家當然我哋話即係學生練習啊、讀書啊呢啲係佢要嘅，但係我哋唔希望小三嘅學生就因為 TSA 咧就要谷到佢哋咧係不斷操練。我諗我要再重申咧，壓力係啲人做出嚟啊，壓力唔係因為呢個事，壓力而係啲家長咧大家互相爭相去攀比而出。但係因為呢 TSA 嘅設計本身咧。是會帶嚟好容易咧，令到大家做就呢樣嘢。所以當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咧，我哋點解話 TSA 我哋要深入去研究咧？嗱，我自己就做咗個研究啦。做咗研究之後咧，我哋睇到個設計本身係好容易咧，係特別帶嚟問題。譬如話咧，我哋好簡單啫，即係當你話喂，我要做一把開信刀，呢把開信刀咧，我唔想刉親手嘅。咁你應該將嗰個後即係個尖嗰度咧，要磨到鈍啲嘅。但係你嗰個開信刀咧係好尖嘅喎。咁於是咧，呢個設計本身係會導致到好容易出事嘅。咁我哋要喺個設計嗰度同埋使用嘅時候，我哋都要小心。咁呢個咧，我哋要即係完完整整咁去檢討過嘅。好，而家我哋唔檢討咧，就即係就咁話全部一齊做咧，其實係唔負責。我係俾阿何美儀家長嘅聯盟嘅發言人講講啊，即係因為我頭先嚟阿侯教授、馬校監督，其實個問題係喺操練度，個評估本身冇問題嘅。係啊，啲人可能個方法啊有問題，係咪咁樣咧？或者家長之間互相攀比咁樣啊？阿馬校監話，係啊，我覺得咧，即係家長好多時好委屈啊。咁唔知邊個發明咗呢個怪獸家長呢四個字啦嚇？咁自從呢四個字出現咗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都將呢四個字咧係套用曬喺香港所有嘅家長身上邊。咁我好希望咧，即係香港嘅朋友咧都希望要諒解一下家長咧。其實家長是多元化的，咁學校都應該要多元化啦嚇。咁我自己認識嘅或者我清楚知道嘅就係，唔係個個家長咧都係會覺得一定要係成績至上，或者我要買十本普通練習俾孩子做，先至係滿足到我自己對孩子嘅期望啦。咁較早前其實亦都有唔同嘅團體做咗一啲嘅家長調查嘅，咁佢哋做咗幼稚園嘅家長調查，喺6000多個家長調查嘅問卷裏邊咧，係發現係有成四分一嘅家長咧，原來係佢哋好期望孩子將來喺小學嘅學習咧都係有一個愉快啦，唔好咁多壓力啦，讀中學啦，
關顧嘅係比較多係全人嘅發展啦。咁我喺度我都好想講翻就係頭先葉建源議員咧提出一個點子，就係問緊點解係八歲喺呢個時候要做一個評核。咁當然啦，有教育局咧就好多時都會講話，咁你八歲小三咪完成咗第一個學習階段啊嘛，所以咧就要知道佢學成點啦咁。咁所以 TSA 咧其實一個總結性嘅評估啊，佢學完曬三年之後睇佢學咗啲乜嘢嘢。咁首先對於教育局一路講話啊，佢有好大嘅回饋作用咧，其實好多學者都解釋咗噶啦。如果係回饋嘅話，就唔應該係一個總結性嘅評估啦。咁但係作為家長，我哋唔係啲乜嘢教育專業，我只係能夠憑我哋自己家長一個父母心嚟到去睇小朋友成長歷程裏邊，我哋究竟期望有啲乜嘢嘢。咁如果我睇翻2000年教改，其實講緊嘅希望培育孩子咧喺整個教育歷程裏邊咧係能夠掌握到21世紀所需要嘅嗰種嘅能力啊、溝通能力啊、解能力啊各樣啦嚇。咁小三咧，其實即係剛剛喺小一開始進入小學階段三年嘅啫。咁小朋友去到小一根本就係 BB 一個嚟嘅，仍然係嚇混混沌沌咁要適應小一嘅生活。去到小二嘅時候先可以正式去有一個多少少嘅掌握。咁我會睇嘅就係我哋要問咯。咁頭先講話討論就好啦，我哋要問翻自己啊。究竟我哋期望初小嘅教育係達到啲乜嘢嘅學習目標咧？我想問下何美儀一句啫嚇，即係例如頭先我講嗰啲筆記學校名、筆記學生名，隔年做、抽樣做，如果有呢啲咁嘅元素，家長係咪可以接受到 BCA 咧？接受到，接受到嘅，即係佢有啲咁樣改變。筆記校名、筆記學生名，原因是現在我很同意，就是他沒有學生名的嘛，是不是何教授？所以呢家長其實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小朋友考成怎樣的，那這一方面其實沒有人力的。你想我現在就是想沒有，是的，所以是好的。 我同意的，完全同意的。不過加上學校名的時候，我們經常說的操練那個原因呢，就變成是學校有個誘因去操練自己，或者學校不給名字就變成就是說你哪間學校，因為我哋其中另外一個2000年我哋教改嗰度定咗咧，就話俾學校有一個回饋改善，即係而家體檢，全香港人體檢，跟住俾咗個報告，然之後叫我哋個人自己冇體檢報告喎，咁跟住話你去改善啦，咁點改善咧？即係嗰度有個困難啦。我想講一講咧，其實咧壓力來源有幾方面嘅，家長同學之間互動啊。我親身同好多教育界同學知道，如果我呢間學校俾少啲功課做咧，我俾啲家長話：喂，你間學校做咩㗎？冇功課嘅。所以正正呢個就係教育專業、教育界嘅朋友應該要教家長。係啦，呢度中間互動除咗產生剛才啲壓力之外，仲有一樣嘢你大家可能唔知嘅，坊間有好多覺得呢度係一個甚為揾錢嘅嘢，以至乎咧好多天書出現。大家記住，天書找出嚟咧，令到呢件事更加麻煩，令到家長更加擔心，細路哥更加辛苦。但係點解會有天書咧？如果有機會可以詳細講一講。頭先講小三嗰度咧，我要精簡啦，後家。立法會最近做咗研究啊，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韓國呢幾個大嘅國家，全部都係小三或者小四嘅，除咗加拿大有少量嘅省份啦。即係話個個人都睇到，如果我哋小三唔做咧，其實係對學生個學習咧，你唔可以到後期突然間我發現。咦，佢有好大問題喎，咁即係唔可以咁。你睇人哋大國，佢哋做咗啲研究咧，其實係而且佢哋個報告係貼出嚟度，即係話個人。葉建源簡單回應啊，簡單回應。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做法嘅，咁譬如話你喺呢個芬蘭咁樣，芬蘭就唔做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即係我諗外國嘅情況咧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自己想點。我哋自己係咪個初衷就係話，我哋希望呢一個 TSA 如果真係要做嘅話，佢係唔會帶嚟壓力嘅。我哋個制度本身已經充滿咗好多第二啲嘅壓力，日日都係考緊試。好，明白。好，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翻嚟交俾台下嘅朋友發言啦。歡迎回來第二節誠上談，我們今天講一下 BCA 這個話題，當然都大家可以講講一些同學仔，尤其是你們上學的一些感受。現在先交給東華三院陳少文中學的一位男同學先。TSA 的名字做 BCA， 分別就在於可以選擇參不參加。但看回入面的題型，其實往往是涉及一些課程以外的內容技巧，如果學生不刻意去接觸，不刻意去操練，又怎會懂答呢？其實 TSA 和 BCA 的目的就是要檢視一間學校的教育政策的成效，
咁以一個非常規課程嘅內容去嘅考核制度俾學生，係咪真係能夠反映到呢間學校嘅教學成效呢？嗯，好啊，呢位女同學對 BCA 都有啲疑惑啊。好，係咪仲有一位男同學想發言？何女士你好啊，啱啱一路討論咧都講緊話，其實壓力嘅來源係喺操練啊嘛。咁但係其實我細個都有經歷過呢個階段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適量嘅操練係正確嘅。咁你唔通上完堂聽完，咁你翻屋企唔使做啲練習咩？咁其實你唔做啲練習你係唔會識噶嘛。咁我覺得十樣八樣功課係好正常咯。我細個放學翻屋企，係做完功課係趕得切五點三去睇哆啦 A 夢咯。我覺得係即係操練個問題唔大咯，反而係我身邊有啲同學，佢哋係一啲雙職家庭，咁爸爸媽媽咧放學就即係要小朋友去補習社，咁反而係佢哋喺補習社咧玩到個心創曬，翻屋企冇心機做功課，所以就係咧侯教授話點解有30% 嘅學生咧係可能翻到屋企用3-4 hours都做唔完功課，就係咁解咯。嗯，好，好多謝呢位男同學嘅分享啊。咁啊，我相信呢位男同學嘅能力係比較高啊，我相信佢係好。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咧係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帝山紀念中學的同學。是，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帝山紀念中學的李俊奇。現在呢TSA 就改了做 BCA 啦，但其實所謂的基本能力評估是不是只是只考學生的基本能力呢？眾所周知，現今的 BCA 其實跟 TSA 一樣，現時考生的成績都是可能要交給教育局去評估學校的教學表現，然之後學校去為了爭取翻嗰個階職，而唔想同埋或者係唔想輸俾其他學校，因而去操練學生，認是係現時唯一合適嘅做法，變相會令到書商其實可能會製造更多嘅教材俾啲學生去做。喺呢個惡性循環之下，遲早 BCA 試題同 TSA 一樣，可能都會越嚟越偏離呢個基本能力。咁另外，每一位學生都可能有唔同嘅才能，可能譬如話係我數學好，但可能另外一位嘅數學唔好，但係有可能部分嘅小三學生亦都係心智尚未發展完全成熟啦，佢哋有可能會當 TSA 變咗真正嘅考試，變成佢哋會有一個好沉重嘅壓力。好，咁我就想喺度問一問侯傑泰教授，其實現今可唔可以用翻校本評核用來代替 BCA 呢？多謝。好，我相信侯教授就會說不行了，可能等陣間侯教授再回應啊。那我交給後面藍色衫這位先生。各位大家好，我是公民黨成員孔令輝，本身也都是一名中學教師來的。咁其實政府之前講過咧 ，BCA 咧個作用咧就唔係用嚟咧去審查學校嗰個表現，而係純粹想知道學生嗰個學習嘅水平。咁既然喺咁樣嘅情況之下，點解唔可以去考慮不記校名嘅方法去進行，從而減低學校同學生個應試壓力咧？其次就係話，其實冇人比家長咧係更加清楚自己小朋友嘅情況嘅。咁如果家長覺得個小朋友係唔適宜去應付呢類型嘅評核嘅時候，點解唔可以俾家長去決定俾唔俾個小朋友去考咧？所以我哋公民黨 okay, 所以我哋公民黨有三點要求：第一就係立刻無限期擱置呢一個小三嘅 BCA； 其次咧就係將有關呢個基礎教育嘅評核咧，應該係要進行一個全港性嘅公眾諮詢；最後咧就要係俾家長同學校有權去決定究竟參與呢一類型嘅評核。好，唔該曬，好交俾戴眼鏡呢位先生。我係一個小三家長，咁我同意頭先嗰位朋友就係點解今年嘅 BCA 咧係唔可以抽考或者隔年考咧？同埋頭先大家提到就係話相比外國嘅試咧，香港嘅試係低風險嘅，但係其實我哋冇留意到就係話喺外國嘅學習環境咧係同香港係絕對係唔同嘅。在外國的小朋友咧，佢哋有比較大的地方去玩啊，佢哋嘅上嘅堂咧係比較輕鬆好多，所以佢哋考試嘅壓力咧係相對低嘅。我哋集中喺個試嘅比較咧係唔 work 噶嚇。好，好，唔該，我交俾戴眼鏡呢位先生。好多謝，亦都好中意個家長同埋鳳溪呢個創新學校嘅諗法。我覺得優化咧係一定要嘅。其中50%的分數咧，應該是中英數啊，但係50%咧，應該是快樂指數嚇，全能的考試，即係我話講德智體群美。可能啲小三啲細路仔咧，唔係讀書叻，嗰個跑步叻、唱歌叻、表演叻、天才叻、創發叻。咁你呢啲嘢點解你哋唔擺落去嗰個考試嗰度咧？可能要多考幾科先得，如果係咁。唔係，你可以，你好似例如有一個題目，
喂，叫佢填嗰個歌曲裏頭嘅內容。咁你咩歌？你可以愛嘅歌啦，嚇、啊，可以快樂嘅歌咧。兒童歌通常都係快樂㗎，係咪啊？壓力好大，係咪啊？即係冇話到好似今次都有問你最喜歡的運動咁嘅，好似係咪啊？歌曲啊，即係等啲細路仔咧平時都唱開歌，等佢開心嘅。多謝。好，明白。好，跟住我交俾維園衝鋒啊。啊，大家好，我係維園衝鋒嘅大陸豬。但成件事係方便啲督學試學咧。就唔使落區做嘢嘅，你哋交啲料嚟，我喺寫字樓啊搞掂曬嗱。中國嘅文化係官專民卑，咁啲學校點解唔會迎合嗰啲官員咧？好啦，必定係有操練有流弊噶嘛嗱。成件事歸結翻啲教育官好過啦。多謝大家。好，唔該，跟住交俾綠色衫呢位先生。啊，考得新努力葉志生。啊，借用《易經》其中一句説話，《蒙卦》裏面有講，第一句説話就話：匪我求同蒙，同蒙求我。意思即係話，唔係我哋逼啲學生去學嘢，係學生主動嚟揾啲老師教翻佢哋。其實我諗呢個 BCA 又好，其實特別啲小三呢個咁細年紀，我哋最緊要就係令佢哋自己主動有學習嘅心咯。咁你話 BCA 係考咩呢？其實呢個內容考下佢哋究竟有冇？主動學習的心更加重要咯。另外最後想提一提大家下個禮拜母親節啦，母親節快樂。好，跟住交俾戴眼鏡呢位年輕朋友。其實咧，依家嘅操練嘅成因咧，係主要係教育個制度上有漏洞啊。因為依家教育局係會利用TSA 或者 BCA 嘅成績咧，去做一個資源分配啊。譬如話一間學校嘅TSA 或者 BCA 成績去到 A grade 嘅話咧，咁教育局就分更多嘅資源俾嗰間學校啦。相反，如果係 D 位 E 嘅話咧，甚至係唔分資源嘅。如果呢個制度佢唔改善嘅話，係咪即係？咁樣樣咧，實情如係有呢個情況，有報道係報過嘅。如果呢個情況唔改善嘅話咧，根本係解決唔到學校去逼佢操練嘅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呢、這個上面個論點係成立嘅話咧，學校係會利用將 TSA 嘅成績加入去原本考生考試嘅成績入邊，變相係多咗一重嘅考試嘅。咁樣係對學生係好大壓力噶。本身考完六月，考完仲要七月翻嚟考喎，你諗下？好，唔該，跟住交俾大眼鏡呢位先生。其實有啲似一隻思想嘅沙士啊，瘟疫啊，一啲有病嘅人咧要害一啲健康嘅人。嗱，因為有個人糖尿病啊，咁啊醫院咧叫佢喂唔該你定期嚟 check 下啦咁樣，咁佢咧就好驚。只係 check 之前幾日咧就猛食呢個降糖尿病藥喎，搞到血糖過低，出咗事。唔知啲學校係咪真係咁樣？即係其實就係講咁咧，但係啲人好奇怪喎，佢話喂你最衰你醫管局啦，叫人去驗。喂，唔通佢唔驗就冇病咩？係，我哋講翻教育好唔好？我哋講翻教育先。喂，係啊，咁點解唔質問佢？點解即係家長？如果你唔滿意嘅，你應該勇敢咁樣向學校去質問佢，唔應該咁樣做，唔應該操練。呢個係你嘅仔女，你要向家學校去揮斥噶嘛？你唔係，哦，你就話個學話即係害死其他人。有啲家長就係向學校反映啊，好，跟住交俾戴眼鏡呢位先生。曾卓文，教育局書商。校長老師形成利益集團撐 BCA， 畢永琴認為 BCA 要記名是因為共黨要看住啲高智能嘅學生、防止抗爭，似乎冇乜證據、解決方法是取消 BCA， 容許自家教育、學分欄、自然環境教育同埋教育局自定課本，防止書商謀取暴利。好，多謝，希望大家發言都有根有據啊！好，交俾光復論壇。明明我以奮力無間、補充創造，我不玩也為活得好。喂，校園生活咧，由美好嘅童年回憶變咗一個童年陰影啦。而家啲學生係有翻學就冇放學，佢哋不斷去補充練習無間做，就係為咗學校嘅利益，為咗出版商嘅利益。其實亦都會令到一個學生咧，根本係冇時間去考慮社會公義或者啲不公平嘅事，因為佢哋冇時間去留意。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啊，你想維穩，你想揾錢唔緊要，但係你唔好搞細路仔啊嘛。你將個 BCA 即係 TSA 改做 BCA， 改個名咁啊，當畫做咗嘢，你當啲香港人傻嘅咩？好，唔該曬光復論壇，交俾前面戴眼鏡呢位小姐。我哋係其實係中文大學建築學系學生嘅，咁其實我哋反而係有興趣覺得其實 BCA 可能只係一個借鑑，但問題係其實中英數係點樣可以去平衡一個小學嘅教育或者中學嘅教育？其實因為去到大學，其實兩樣嘢係完全唔同。其實反而係諗緊點可以更全人教育咁去睇成件事。
不過可能那些是即基本你要掌握，如果不是你去到大學你沒有這樣中英數的能力，你未必可以讀到再深一點的東西。或者 BCA 其實應該是希望是令到個人是學到更多，而不是可能以學校的基準去做的。好，唔該曬咁多位發言嘅朋友，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咧交俾台上嘉賓回應一下。啊，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城市論壇啦！今日我哋講下 BCA 呢個話題，仲有兩位同學想發言啊，先交俾東華三院陳兆文中學嘅一位女同學。大家好，我係東華三院陳兆文中學嘅，我姓梁嘅中四學生。有學生表示考完 BCA 覺得是比想像中容易的，咁佢既然將內容改善了，仲可以評估到學生在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水平，點解當初 TSA 會被批評為難呢？推出 BCA 是不是只是為了大範圍推廣和減低反對聲音呢？好，咁啊，交俾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大山紀念中學另一位女同學。大家好，我就是想問何美儀女士的，雖然我因為豬流感而沒有考到 TSA， 但其實我在小二小三的時候都是有做過關於TSA 的練習，其實它只不過是當平時功課這樣去做的，相對它都會減少平時做其他學科的功課。我想問你會不會是家長會不會是過分地誇大了TSA 或者 BCA 對同學的壓力呢？好，多謝兩位同學發言。好，我現在回到台上先，有沒有嘉賓想回應？剛才問何美儀會不會想回應一下？很多人都問我，所以要給多少少時間我。我想說呢，其實真的是操練是怎樣量度呢？每一個人的看法是不同啦，接受的程度不同，就是因為正正有學習差異，孩子之間，所以更加去難去拿捏到究竟什麼叫做才叫做操練。不過我們的重點，我自己覺得家長呢不是只是在看說你有多少樣的功課，因為量呢其實你寫一個字都可以是一個功課來的嘛，反而就是究竟個孩子的學習歷程，他是經歷一個怎樣的學習歷程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在看的東西，如果你看教改，其實很着重一樣叫做學習，學會學習、終身學習、促進學習。所以回頭應該要看的就是我們的孩子是怎樣學習呢。所以 侯教授剛才說看回究竟那個回饋那裡其實是重要的。我們又看看現在孩子去了考近期的兩個國際試，一個叫 Pearl 是小四的學生，另一個是 PISA 是中三的學生去考，得回來呢香港孩子的成績是很標炳的，是兩個階段的孩子都是世界之冠。不過在他們的問卷調查裡面，你會發現到一個很淒慘的結果，就是在小四的孩子裡，就是他們的閱讀的動機是差不多是全球包尾，完全不喜歡閱讀的，也都不愛閱讀的。在 PISA 的成績，剛剛何雪珠教授也出了一個報告，就是中四的孩子他們回出來就說考試很厲害，不過他們是不開心，學習的動機也是弱的。那我們就要問回頭，究竟在我們自己的學校裡面，究竟老師是做什麼事呢？課程是做什麼事呢？我們不是反對一個有效的評核，如果是有效是能夠真正達到個教學回饋的話，我們是絕對的歡迎。但是如果他扭曲了的時候，我們就要坐低停下來去睇翻究竟發生緊啲乜嘢事。頭先有家長你都話啦，要精簡嚇，精簡最尾一句講話要向學校反映一個操練嘅情況。家長有冇做到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有嘅，而教育局亦都係鼓勵家長呢個家校合作啊嘛，同校長講啊嘛。咁我哋而家睇到嘅情況就係咩咧？當我哋家長去同學校反映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學校咧係未必會接納我哋家長意見，就係用翻同一個。我哋叫藉口咧，就話：有好多家長話要多啲功課喎，咁所以我就話嗱，你如果係永遠都只係，如果有個教育嘅專業，你永遠都將個藉口擺咗話家長話乜，家長話乜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呢個討論就冇得討論落去嘅。好，查監想回應一下。剛才我哋啱啱打中一個最重點嘅地方啊，就係學校同家長嘅互動，以及呢啲咁嘅測試，你見到 PISA 同埋其他嘢反映落嚟，都係可以調協咗我哋嘅。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學校點去接受呢啲咁嘅資訊咧，反而係決定於好壞，因為有啲人嘅補藥可能係第二個人嘅毒藥嚟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最重要嘅專業上，學校接到呢個咁嘅體檢單嗰時點去做？嗱，我哋口口聲聲話，我哋好想知道學校點令我哋細路仔去正常學習啊嘛。
咁如果學校一路咁行，我哋亦都唔理佢行歪咗，我都唔知嘅喎。咁所以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如果我哋嘅測試能夠好似剛才講，係能夠達到一個唔需要有壓力嘅測試咧，係我哋嘅理想嚟嘅。咁我覺得壓力嘅來源咧，如果我願意講咧，就係、是、有啲所謂天書嘅出現。因為你的頻譜咧，個題目學校唔係俾啲學生做就得咯。我曾經講過，學校要大家不如簽個全民約章，學校唔買啲嘢，唔做呢啲嘢，家長唔去操練，學生唔去做，咁啊大家咧以平常心、平常嘅學習，到時去對一個咁嘅低風險嘅事係冇事噶。何美業咪想回應一下？其實咧，如果講緊真正嘅對學校教學嘅回饋咧，其實亦都有教授咧，就最近阿莫慕晶教授都出咗一篇文章啦，就係講緊真正嘅教學回饋。其實 TSA 就有兩個功用噶嘛，一個功用咧就係在比較局有一個睇到個全面性香港學生嘅水平喺唔同嘅階段去到點樣樣。咁所以咧，如果你只係停留喺呢一個功用嘅話咧，抽考啊、筆記名考已經係做得到攞到嗰個資料噶啦。對於個別學校嘅教學回饋咧，咁莫水莫教授。就提議另外一個叫做動態電腦化適應評估系統，咁呢個好複雜嚇。咁如果同學有KDCA 係啦，咁但係我睇完之後，我有限嘅理念咧，去我自己就會覺得好重要嘅就係孩子真係有學習嘅差異。而家 TSA 咧係冇個別孩子成績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幫唔到個別學生。我補一句啊，喺我哋嘅大數據嘅年代嚟緊咧，將來全部大數據處理曬嘅。而家個問題就喺呢個階段，你如果放曬唔去做嘅話，你冇辦法跟進噶嘛。如果你有個新嘅評估，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嘅話，又有新嘅壓力。因為呢個中間成個全民點去面對呢樣嘢？我諗其實而家就係個。而家嘅現行嘅評估方式咧，係有流弊嘅。呢個流弊大家已經睇到好清楚。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要重新去思考呢一個工具咧，係唔係適合嘅，係咪做到我哋想要做到嘅？嗱，我哋希望做到咧，就係佢能夠咧係幫助我哋掌握香港嘅整體嘅學習嘅情況。我哋咧同埋咧係亦都希望佢能夠係低風險嘅，即係唔會帶嚟壓力嘅。能唔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咁如果唔能夠做到嘅話咧，我覺得其實就唔應該繼續落去。嗱，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面咧，立法會議員咧36位咧，其實好清楚，我哋希望咧一係就停止呢樣嘢。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係咪應該可以咧係俾學校同埋家長咧係有一個自由選擇權？長遠嚟講，有好多議員咧都提出係咪應該抽樣隔年考等等嘅方式嚟到做唔好技巧？咁呢啲其實咧，我哋係向前去睇。嗱，當林鄭如果係即係佢就任之後。我哋咧係有機會咧係去重新檢討嘅話咧，我會希望咧我哋重組我哋而家呢個檢討委員會，將唔同嘅意見嘅人士收納入去，咁然之後咧我哋重新思考過，咁呢一個嘅做法咧，我哋希望咧係最終係可以真係達到好多評估，其實都唔會帶嚟操練壓力，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就係咧，其實好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呢個評估話改進到香港嘅學校。到目前為止，仍然係冇明顯嘅證據睇到呢樣嘢。好多人都係講緊感覺啫，嚇有冇數據話到俾我哋知？既然 TSA 係一個數據嘅一個研究嘅話，係咪可以俾到我哋有數據嘅證明咧？其實你調翻轉睇得要精簡啊，馬校長。嗱，好快脆講就係，如果我哋冇咗啲，可能佢一路下滑緊都唔知嘅喎。而家保持到優勢，可能就係因為呢樣嘢喎。其實我哋以前咧，所以你唔能夠完全冇嘢去做喎。我同馬少良，你細個嘅時候咧，小三都冇 TSA 嘅。啱啊！我哋去到小六先考雙試。而家我哋喺升中嗰度咧，仍然有相當之因為呢個反而係個升中選校嗰度搞成。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已經有好多好多嘅考試壓力喺度。我哋只不過唔想因為 TSA 咧加多一層咁解啫。好，頭先啊何美儀提嘅啊莫慕晶教授就都係前檢檢討 TSA 委員會嘅成員啦。咁啊，而家揾翻阿何教授回應。佢講嗰個最主要係學生評估嘅係兩個系統嚟㗎，嗰個係俾學生報告為主。嗰個咪就係教學嘅回饋咯。我回應翻頭幾個問題啊。自我回饋嗰個。一個就係話有冇督學，其實頭先。觀眾講嗰個督學其實已經冇喺學校嗰個報告裏邊出現嘅啦，即係話 TSA 嘅成績唔會攞住啲督學攞住嚟同你驗真嘅，係你自己睇嘅啫。咁第二咧就話可唔可以學校啊、家長啊自己揀？我哋睇醫院咧嗰啲手術失敗率咧，
我哋係要不斷檢查，然之後跟住俾個醫院知道，甚至係公開嘅。而家我哋學校係點做嘅咧？我哋就話你嘅有幾多學生唔達標咧？我哋私下俾佢喺密室裏邊俾佢嘅，咁就話究竟俾佢會唔會有壓力？一定有壓力嘅。你攞咗任何報告，你都有壓力嘅。但係有咗佢壓力，操啲學生咯，跟住。但係依個壓力係咪適合嘅啦？即係話，如果佢見到有咁多學生都唔達標，佢有冇一啲嘢可以改善咧？咁即係話，而家我哋香港咁嘅做法，比起美國係所有學校嘅報告咧，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全部都係將學校嘅成績貼喺網上，大家去睇嘅。咁香港而家我哋係唔係咁做嘅？我哋喺私下密室咁啊，都係問一句啊，咁啊。抽樣咪得咯，如果係咁嘅話，即係嗱，我哋100個學生，我抽50個啦，咁都夠代表性咯，完全冇問題，學校可以嘅，但係俾學校報告嗰度咧，就話醫院我哋要嗰啲醫院做依啲報告，要依啲體檢，但係學校我哋可唔可以？佢就話學教育冇咁緊要嘅，教育如果你有啲咩失敗死亡率啊，我哋係唔使俾佢知嘅。咁係咪教育比醫學更加唔重要咧？教授話可以抽樣，點解今年唔俾但唔抽樣咧？唔係學生抽樣。學生抽樣，但就唔係學校。學生抽樣，今年都唔做啊？可以，那個完全係嗰、那個係慳錢同埋唔慳錢同埋準確度，即係話你抽樣之後你考曬當然最準確啦嚇。係啦，你我相信唔單止慳錢與否嘅問題，這個抽樣咧亦都係確保咗咧，就話其實你個用心並唔係要監察每一個人啊嘛。學校亦都有提過。班校長有提過，即係話如果我學校抽10個、20個咧，其實佢全校嘅教學法係唔會改變嘅。咁所以亦都係討論過之後，就話我哋學校，我哋有咁傾過呢啲嘢。好，最後一個問題即係啊，頭先我都提過啦，係後任特首林鄭月娥就話會計劃擱置 BCA 啦。咁啊，好快7月1日咯喎。咁啊，大家覺得下一屆政府係咪應該擱置咧，定點樣樣咧？簡單講講好嗎？我覺得應該擱置嘅。應該咧係因為呢個問題其實到而家為止啊，係冇辦法說服到大家。如果個上年嘅研究已經做得好好嘅話，其實大家都會樂意做。好，所以。各自之後認真做個檢討。好，另外幾位，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檢討嘅。譬如而家我哋講 STEM 啦，譬如理科嘅知識，我哋喺小三嗰度有冇一啲要求咧？咁樣咁語文使唔使年年考咧？會唔會今年考一啲，第二年考第二啲嘢咧？咁即係話考得深入啲，依啲可以檢討嘅。何美儀，我歡迎各自嘅停咗氣先，然後做一個全面嘅檢討，同埋個委員會嗰個成員咧，其實真係要再擴大啲，多啲嘅資料。我覺得可以喺考完呢一次之後咧，再睇啊，因為已經有個新嘅改進啦。如果改進之後真係好嘅，不妨啊。好，啱啱好。